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。我今天带给大家明朝古今多少故事、八个隐藏任务、世界任务、书籍成卷资料及祭文任务、云林古中取台地、荒石高地、归墟巷、是虎口山脉、无光之身、怨鸟则北落也。这是一个需要在各地图收集书籍残卷，或者说书籍集来获得的一个任务，一个隐藏任务。我们先来到云林谷的中枢信标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迪度左斜角，我们走上前方的这个楼梯，走上楼梯，我来到楼梯上来之后，我们继续上一层楼梯，上楼梯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迪度右方，我们抬头，我们要爬到这个哨塔上，我们爬到哨塔上之后，你就能够看到一个书籍。拿完之后，在我们的南方向小迪度下方，这个下方的这个营地，这个基地，让我们进来。我进这个基地之后，在我们的右手边这个箱子上，这个木箱子上又是一个残卷。然后接着我们走出这个营基地的门，然后我看一眼，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迪度右斜角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走哦。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哨塔，我们来到这个哨塔里，如果你没有拿过，你现在就能够看到这个哨塔里面是有一个书籍在那呢，是一个闪光点。好，上来之后这个地方有一个书籍，拿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斜角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前方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龙。我们来到这个龙头的地方，来到龙头的下方，其实在它的龙爪这里就能够看到了。我们先来到这个龙头的下方，来到龙头下方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往前爬上这个楼梯，爬上来之后，在这里就是一本书籍。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中渠台地桃源乡上方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在我们的右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平台，我们来到这个平台上，还有几个桌子，我们来到这个平台上。好，上来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然后前方这个楼梯处，我来到前方楼梯处啊，这个斜坡处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南东方向小地图右方，在这个木箱子上是一个，然后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我们往右拉，来到就是朝生涯下方的传送点，出来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走到正前方就有一个房子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跳起来之后，在我们前方你就能够看到一本书籍，就在这个猫猫的下方。然后我们打开小地图，再来到就是龙望礁右下角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我们往前，在右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基地，我们来到这个基地里，好，我们来到基地门口，来到门口之后，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小帐篷，我们越过来，越过这个墙，在这个小帐篷里，在这个位置又是一本。然后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这个叫什么华庄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就是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我们往前，在前方这一堆墙的中间有几个木箱子，就在这个木箱子上，然后就是最后一本中取台地的最后一本，
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荒石高地的，就是荒石高地的中枢信标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就是北方向小地图上方前方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楼梯，我们走上楼梯。好，走上楼梯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往前，在这一个小木这个小铁架子上，在这里是一个，让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福波镇前的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我们往前，然后前方有一个树杈，我们来到这个树杈的这里，这个支出来的，支出来树杈，然后我们上来之后继续往前，在它正面前有一个铁架子，还有一堆什么轮胎，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又是一个。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往上拉，来到我们左前方的这一个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西方向小地图所方，我们走下楼梯，在我们的正前方就是一个。然后我们再打开小地图，来到远望营地右侧的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。然后在前方悬崖处，我打开滑翔伞，然后往下看，是一个这个营地。我们来到这个营地的，就是我们先往下落，来到了一个房顶上的这一个机器人这里。我们来到这个房顶大绿机器人这里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，我们翻下来之后，我们回头，在我们的就是东方向小地图的右方，在这个三个人的后方，这三个人的后方桌子上又是一个。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就是龟墟港市落定岭，就是左侧的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就是东方向小地图的右方，这个卡车的后方有一个门，我从这个卡车的后方的门进来。进门之后，然后在我们右前方这个桌子上是一个。然后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往上拉，来到研究所的中枢信标传送点。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，一直往前飞。我要来到前方这个大建筑物的右侧，在它的右侧是有一个小门，我们要从那个小门进去。好，然后下来一直往前走，我们来到这个大建筑物的最右侧，这边还有个大的大铁门子。进来之后，这里有个小门，我从这个小门进来。进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右前方这个红色的沙发上又是一个。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就是潮音海出的新标这个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是一个废墟里，这个废墟在我们右前方的桌子上，然后这又是一个啊，然后这个就集齐了。接着我们来到北落野，这是最终舰的这一个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身后，在我们的就是东方向小地图右方，在这里有一个小门，我从这个小门走进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这里有一个沙发，在这个沙发的位置有一个调查点。然后接着我们来到上方的传送点，出来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就是北移方向小地图上方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然后我们来到了路上，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，我顺着这个路上前方的公路，
让我们一直往前，然后在我们前方，我们抬头，这里有一根柱子特别高，我们来到这个特别高的柱子这里，然后在它旁边的这一个架子上是一个调查，然后是一个数据集。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自己悬浮废墟下方的传送点，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那我们依然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，然后我们经过前方的这个大铁桥，有个钩子，我们可以勾一下加速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接着我们顺着路往前走，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，我们左前方有一个小卡车，你在这里就已经能够看到一个闪光点了，就在这个小车上，这个小货车上，就在这里，然后就是最后一本。接着我们来到怨鸟泽，就是雨露湿地左侧的传送点，传送奶出来之后，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哦。然后在我们的前方，远远的就能够看到一个营地，我需要来到那个前方营地那里，来在营地这里之后，我们上我们右侧的这一个铁建筑，来到营地这里，我跳上来之后，在我们左前方有一个木箱子，在这个木箱子上就有一个数据集，就在这个木箱子上，拿完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往上拉，来到这个旧址下方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这个后方就是一个营地，依然是来这个营地，我们先来到这一个房子的门的位置，来到房子门口，来到门口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西方向小地图左方，而且这个木箱子上，在这个木箱子上又是一个，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往上拉，来到绝林峡右上角的传送点，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第六方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在前方能够看到一个木箱子，我们来到这一个长方形的木箱子这里，来到木箱子这里之后，我们往右看，这个前方有一个小木箱子，就在这个木箱子上，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虎口山脉这个虎口矿场左侧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然后看一下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我们抬头，这里有一个罐子，这里有罐子上有一个大灯，我们爬这个罐子，我先爬上来，爬到罐子上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，我们爬这个藤蔓，藤蔓爬上来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，我们再往上爬一层，好，爬上来之后，在我们左前方这里有一堆小石头，在这个小石头的这里啊，现在不用看弹幕了，弹幕说的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啊，在这里，接着我们传送到虎口矿场，就是右下角的传送点，这个右下角地上的传送点，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就是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我们来到前方的悬崖边，来到悬崖边之后，我们往右前方看，这里能够看到一个就横躺着的一个树干，我们来到这个树干这里，高度不够了，我们就用钩索勾一下，再来一个二段跳，来到这个树干这里，好，来到树干这里，我们爬上来，爬上来 它是一个拱形的形状，我们来到这个拱形的下方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就在这个拱形的这个位置，这个草地上又是一个，接着我们再打开小地图，来到集散中心右侧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，我们爬上去，爬上来，然后爬后面的大山，
好，我们往上爬，爬上来，接着爬，再往上爬，一直爬到最上方，然后再往上爬。好，爬上来，我们能够看到这有一堆红色的怪，红明怪。然后在我们的北方向，小迪度上方，我们沿着这个土路往前走哦。沿着土路往前走，在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大柱子，我们来到这个大柱子这里，那我们爬上来，爬上来之后就在这个柱子的中间又死一个。接着我们来到无光之森从极步道下方的传送点，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就在我们身后的这一个房子里，那我们来到门口，来到门口之后我们往左看，在这个左侧上就是一个数据集，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这个房子里看一下其他的箱子，我这个地方有点忘了，那总之是在这个屋子里的。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左侧这个叫胡斯崖左上角副本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，我们从右侧然后往上爬一下，我们爬上来，爬上来之后前方有一个营地，我们来到营地的正中心，来到正中心这里，然后在我们的前方有一堆就是铁架子，就是一个铁货架，在这个铁箱子这里，然后又是一个。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看一下，在我们的就是从极步道右下角的传送点，出来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迪度左上角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然后一直往前，然后我们跳下来，跳下来之后在我们的左前方能够发现一个营地，我们来到营地这里，我们来到营地这个帐篷支出来的一个小白布，然后在这个我们来到这个口，来到这个入口处，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西方向小迪度左方这里有一个魔方，在这个魔方的下方这个铁架子上是一个。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往地图往上拉，来到落定岭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我们往前，我们抬头看，在这个山上是一个营地，我们来到营地这里，然后前方营地我们能够看到一把椅子，在这个椅子上最后一个在椅子上，然后接着打开我们的任务栏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现在是1,2,3,4,5,6,7,8 这八个任务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来到荆州城，点击一下那个任务最终，然后来到荆州城，根据你的任务标点然后找到这一个 NPC， 我们出来之后往前走就行。我们把这八个任务给他教一下。